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5.3 到 5.4 卡池调整，冰系角色被雪藏，火神定位烧魔，仆人售后来了， 5.2 双龙王必抽， 5.3 到 5.4 卡池强度反转，人权卡火神加冰女强路烧魔，元神纳塔 5.2 卡池越来越近。除了新角色恰斯卡和欧洛伦即将登场外，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也会在后续的11.8日和大家见面。而说起5月2日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，不得不说还是比较离谱的，本期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5.2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，两位新角色已经确定，也就是之前提到的风龙王恰斯卡和欧洛伦，就不多说了。复刻角色除了上半的林尼外，下半卡池还会迎来两大人权卡角色的复刻，分别是水龙王纳维莱特和钟离。好家伙，如果恰斯卡这位风龙王强度在线的话， 5.2 卡池这波含金量绝对很恐怖。而后续的 5.3 到 5.4 卡池也会迎来真相版本，其中 5.3 卡池新五星角色火神马威卡和冰女千特拉利都会登场，复刻角色暂时未知。不过就目前复刻角色的顺序来看，之前提到的申鹤、莱欧斯利、仆人等角色也会陆续复刻，同时 5.3 卡池作为海灯节版本，据说也会开启第二期离月混池，还是非常香的。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至于后续的 5.4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有两个版本，其一是平姥姥会登场，同时会有一位新四星离月少女登场，另一个版本则是平姥姥不会在 5.4 卡池登场，貌似延期了，反倒是黑皮小萝莉伊安山会在 5.4 卡池登场。当然了，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元神纳塔 5.2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角色恰斯卡、欧洛伦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 5.2 卡池的新角色及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5.2 卡池角色登场的相关消息了，有关于 5.2 卡池的两位新角色官方也已经公布，分别是五星角色恰斯卡、四星角色欧洛伦。复刻角色的话，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，基本上也已经确定 5.2 上半卡池是林尼，下半卡池是水龙王纳维莱特、钟离。这么来看的话，申鹤、莱欧斯利起码得到 5.3 卡池才能复刻了，这冰系角色算是被雪藏了吧。而说起后续的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就目前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3 卡池是火神马威卡、冰女线特拉利登场，伊安山的话目前星级登场时间未知，不过看样子即便不在 5.3 卡池登场，也会在后续的 5.4 卡池登场，之前提到的 5.4 卡池平姥姥登场貌似也无了。不过这么来看的话，纳塔除了伊安山队长外，基本上也全都登场了，后续卡池估计应该也会有其他新角色和大家见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火神马威卡技能定位相关版本还是比较多的，比如长短移双形态、后台火、全队大攻击管、全能跑图角色、主 C 后台火一体、大迪西亚等等，整体来看还是非常超模的，不过定位并没有确定。冰女则是后台盾斧，大概率是火神仆人的售后队友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